不是单口。德刚啊，马上就到，后台呢有点事情要解决，来吧。您不等着我呀？我等着你，那观众就得等着咱俩了。不是告何云伟说的五点吗？这还有点儿呢，拿着板就得多唱啊。哦，离这么近不老习惯。啊，看着太近了，看得清楚吗？看得清楚，下来说吧。也是一办法。哎，您上，我们下去。因为今天大伙来主要是看于谦来的，看我，我都有心回去了。别介，得看于老板。在后台刚他们聊了会儿天儿，哦，咱们才知道，知道什么？这么长时间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干嘛呀、啊？您这于老师说相声四个字的评语，哪四个字？有辱门风啊！我听着不像好话呀，这个，您不该干这个，今儿就这一场演完，您赶紧回家。哦，我不干这个了，赶紧回家。怎么？你也不指着吃，家里这么有钱，你上这儿干嘛来呀、啊？这不是爱好吗？你瞧瞧，有人不太了解。嗯啊，于谦于先生哦，是相声界的一个奇才。怎么还比划呀、啊？这奇才，我每天都弄下话筒，你知道吗？那嗨，这就甭弄了，没有你弄它干嘛？没有啊啊！我以为有呢啊！什么眼神儿？您这是家大业大啊，有的是爸爸哎啊，不像话！有的是裤褂，不是这词儿，有的是鞋袜哎，不，您就甭瞎说了。有的是挨骂，有的是骡马，对，有的是骡马哎，骡马成群呢、啊哎，这对。家里有的是钱啊，对，对不对？是有钱，当然了啊啊，祖上。差一点、啊、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。往根上倒，您不是北京人。对，河北省撇县。什么地名啊？这是撇县挨着垮县啊。那几个县您就甭提了，你就说我们家就得了。都是那一个地区啊。想当初您的家里挺不容易的，穷啊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哦，土里刨食啊，种地，那个地方也穷啊。嗯，方圆一千公里没有树，没树啊！县长出来戴一木头帽子，好嘛，后边跟四个救火，端水枪跟着，干嘛呀？怕着了没地儿买去。好，有戴木头帽子。当地的财主过年的时候才熬一锅劈柴吃，吃劈柴呀？有钱的人家，这还算有钱吗？这个连砖都没有，没砖，也没有瓦。房子盖房就指着泥，哦，就是土坯房，河里边挖臭泥去，哎呦，弄好了，弄成一方块，嗯，晾干了盖房子也行，晴天也塌房，雨天也塌房，全塌房啊！走到门口咳嗽，怎么啊？半拉村都没了，嚯！这太不结实了，这个就到这个地步啊！您说人活着容易吗？太不容易了。后来终于有一位出头露脸的人物，谁呀？您的父亲，哦，我爸爸，于德刚先生。等会儿，不，有，等会儿吧，啊，不叫这名字，啊，改了，什么叫改了？压根儿也不叫这名字。你挑一个叫什么好？不，就甭挑了，您也甭说，您就说我爸爸就行了。哎，行，于老爷子。哎，对，这对，于老爷子，啊，出类拔萃的人物，有能耐，了不起。哦，全个的撇线，甭提这线了，指着他露脸。是啊。老爷子想了，嗯，人能这样活着吗？嗯嗯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脱离贫穷啊？哦，我们得有钱呢。想得好，是不是？对，刚刚结婚，时间不长，嗯，老爷子毅然的出走他乡，走了，谋求发展。哦，也不怎么着，坐错车了，嗯，给倒到日本去了。这走的还够远的呀，这个。陌生的土地，陌生的人民啊！天下之大，哪里是我存身之所？哎呦，想起抛在撇县的妻子，止不住热泪滚滚。哎，两情若是相悦，又岂在猪猪肉肉？哎，什么学问呢？这是
唐诗啊？什么唐诗啊？唐诗吗？糟改，这叫那什么？起在朝朝暮暮。你爸爸这文化差点啊，这学吧学吧。又起在朝朝暮暮，哎，找活干吧。嗯，不容易啊。当然了，哪有合适的活啊？几经辗转找了一个工作，哦，身份非常的显赫。什么工作？下边有500多人，干什么呀？看坟的。哎，看坟地呀、啊，给人家啊，500来人，这什么工作呀、啊？这是啊，你爸不愿意干。那当然了，欺负人呢。啊，你们都躺着，我站着，这还较什么劲呢？这个看坟这活也不容易干，是吗？那天正待着呢，哦，这坟地这老板来了啊，这日本人忒不是东西哦，两句话没搭上，举手就打。哎呦，这个血管里流的全是血豆腐呀，呵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。嗯，打巴掌挂动风声，嘴巴子就跟不要钱似的。嗯，日别。哎呦，这个老板脸上就流血了。哎，他打我爸爸，他流什么血呀、啊？你爸爸看见地上掉了1毛钱，低头了。一低头，他抽自个儿脸上了。好，这也太没眼神了。这工作算是丢了啊！你们老爷子顿足捶胸啊！哦，得干出点模样来，让他们瞧瞧，给中国人露脸。哎，利用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钱，嗯，在街头摆了一个小摊儿。哦，卖水饺，饺子摊儿。中国的厨艺天下闻名啊！对，你爸爸手艺也好，嗯，这饺子弄的啊，皮儿薄馅儿大，嗯，手艺也好啊，是吗？煮饺子带翻勺的，什么手艺啊？这是，这翻身上的这个好啊！买卖是越干越大，啊，几年的功夫啊，连锁店开了40来家。嚯，在日本一提这饺子馆，没有不知道的，叫什么字号？有皮儿有馅儿，对，有皮儿没馅儿那是片儿汤。别看这么有钱，不乱花一分钱。哎，苦日子过来都细细致啊！啊，进5星饭店，嗯、点菜的时候只要一份炒饼，嗯、点酒水来碗饺子汤。啊，请客人呢，到歌舞厅去消费啊。哦，也让司机开车送大伙儿去。他呢，自己蹬自行车后边跟着。这太仔细了吧？这个日本报纸夸你父亲怎么说的？蹬自行车去风化场所的有妇之夫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？怎么写的这是？夸你父亲 啊，有了钱了。哦，又到香港做影视投资。哦，拍电影。哎，投资了很多戏啊。是吗？大把的花钱。什么戏啊？你看他自己还演呢。哦，他也演戏啊。投资的第一部戏是跟周星驰演的《大话西游》。哦，他演谁呀、啊？牛魔王身边600个小妖精之一。这看得见吗？这个你仔细找，那样那个就是你爸。哎，就甭找了，甭找。后来又投资一个电视剧叫《雷雨》。哦，他演什么？你爸爸演雷雨。这个怎么演啊？一有打雷下雨戏，他弄个水管子站那儿呲。哎，好嘛，我爸爸干剧务去了，给人家。最近有一个电影叫《七剑》，新片子，他爸爸花的钱。哦，投资。是啊，要没他，上至导演，下至工作人员，嗯，谁也活不了。制片人送盒饭、哎、去，不是，是不是干碎催去了？给人投资了，投资了，花钱了。哦，自己的买卖了，5亿美金。花在这里头多少钱呢？这拍一个戏5亿美金，各位 啊，签完合同，打个钱包，掏出30块钱，啪摔在这儿。这是定金。呵，您等会儿吧，您等会儿别说了，这什么六张都是新的啊？好嘛，您先等会儿吧。嗯，我爸爸缺心眼儿是怎么的？有钱呢，投资5亿，给人30块钱定金。有钱呢，是什么有钱呢？外边做着买卖，家里边跟你母亲说啊，挣的钱都是你的。哦，给家里好好过日子。哦，当初你受罪了，嗯，弄着孩子不容易。对，是不是？是是，当初你们是一老生哥俩啊，那双胞胎。哎，对，一对儿是俩人、哎、后来因为营养不良，那阵儿也没办法，哎，死了一个，就剩一个。死的是你，你是你弟弟。这什么账啊？这是你想吧，你想吧。我想什么呀？我想你死了，你完了。我想不明白了这事儿啊。你现在冒名顶替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。我查户口，你就算黑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甭查户口了啊！你这高科技的事儿，这都是知道吗？什么高科技呀、啊？这啊，老于家有钱，没有不知道的，有钱都知道。你就应该跟家好好花钱，不该出来说相声。跟家花钱，人家家里一年四季花钱如尿裤一般。啊，什么叫尿裤？就不在乎。哦，大把的花钱，玩命的糟践钱。
呵，他父亲一天消费啊啊，我估计啊，按美金来说，一天得花个三五千的。那么些啊，这算没花钱。嚯，这算没花钱。哎呦啊，什么好吃吃什么，哦，就吃什么好穿穿什么，哦，出去玩去，嗯，一天到晚的，出了茶馆进澡堂子，出了澡堂子进茶馆，嗯，这点水里外倒腾啊，那不是一股子水、啊、知道吗？是啊是啊，北京城各大澡堂子啊，他爸爸都去到了，哦，都去到了啊，去吧，早晨起来头一个啊，这池子要说下去过一个人，他不洗了，呵，就这么讲究，他得头个下去，嘿，大池子啊，都等着伙计等着呢，洗头个，他爸爸来了，嗯，脱吧，嗯，啊，学的还真仔细，啊、嗯，下池子，啊，上来了，这个这兑凉水啊，兑凉水，嗯，这边池子下去了，这兑热水，哦、啊，一会儿和了和了，行。差不多了啊，开门吧，让客人们都进来吧啊！我爸爸试水去了，给人家有钱呢，有钱，有钱怎么干这个呀？这就一凉一热洗差不多了，这就知道吗？啊，就这么一涮，哎，旁边躺会儿，一会儿醒了，把带来的炒饼搁着吃，还吃炒饼呢，坐池子边上拿水脚拍着水吃。我爸爸什么毛病啊？这是很天真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很天真。吃完了，刷饭盒啊。这里头刷饭盒啊，哎，掏出一苹果来，嗯，哎呀，还得洗，哎，一口一洗呀、啊，这能多吃点这个是吧？多吃点什么呀？这有钱呢，啊，衣食住行没有不讲究的，都讲究，那当然了。啊、后来他们家不这不落到北京这边吗？哦，进京了，哎，因为当初撇县那儿住不开了。哎、有了钱了，为了盖房，当地没有，哦、没砖没瓦没木子，怎么盖房？北来北京吗？想半天没辙了，啊、要移民，要移民，哎，来北京算移民呐？到延庆那边不是？到延庆、啊、还没进市里啊？延庆那儿县长给发了一个绿卡，这还有绿卡呢？爸爸很高兴，我有绿卡了，哦、啊，我正经延庆人了，呵，怕丢了，崩到帽子上边啊。帽子上，哎，谁还问了？你看我这绿吗？你看，好，我爸爸戴绿帽子出来啊！有钱呢，有钱呢，有钱不能戴这个呀！所有的钱都搁在四个字上，哪四个字？衣食住行，这怎么说呢？就拿穿衣服来说啊，讲究是一日三开箱，怎么叫三开箱？做衣服一做做三套，干嘛呀？早晨起来穿这个啊啊。这绣了一花骨朵，哦，花儿。中午换一件，嗯，这花开了，嚯！到晚上再换一件，嗯，花谢了。呵，这讲究，三件一套。哎呦，一日三开箱哦。中午这个啊，啊，哎，这是一个圆饼，哦，下午换了，嗯，一薄脆。晚上穿这件，嗯，煎饼果子。嘿，这倒按时候穿啊。早晨出来，早晨这件啊，嗯，一马。哦，哎，下午换这件，一个驴，嗯，晚上出一骡子，好嘛，真快啊，讲究啊，啊，一日三开箱，这叫三开箱，哎，沾吃更了不得了，吃呢，老余家沾吃舍得花钱，是啊，民以食为天嘛，对，吃得好，身体才能够健康，吃好的，必须要吃好的，怎么吃？一年四季什么节吃什么东西，哦，不耽误，是吗？哎，立春。大春，咱们家春饼和菜，对，摊点鸡蛋，切点肘花，哎，到头了，好吃。老余家，嗯，你看着就是糟践，怎么吃啊？小饼没法吃，烙大饼四斤一个，嚯，什么叫鸡蛋呢？人不吃这个，哦，谁吃这个齁贱的？那吃什么？人家摊鹌鹑蛋，鹌鹑蛋，哎，一人来鹌鹑蛋，二斤饼一卷，是，见不着蛋了，这就。啊多吃多吃，还多吃呢。他爸爸还说呢，啊、我不吃蛋黄啊，那就更没什么了，那就、哎、这玩意儿，汤汤汤抱着跟大炮似的这么吃，好嘛、啊，饭量还不小。这是打春了，啊，到后来，端午节，端午节，五月初五端阳日，嗯，这一天吃粽子饮雄黄，对对对，喝雄黄酒吃粽子啊，纪念屈原，还得喝点。老余家上下多少人呢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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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光吃粽子得花一块钱。一块钱吃粽子，是你爸爸说黏的少吃，拽心里难受。哎，这是不能多吃。来一粽子搁当间啊，一人举一牙签那扎着吃，拿牙签吃粽子，吃痛快吗？咱少吃吧，拿饼就着吧啊。好嘛，还是不解饿呀、啊、这个。喝雄黄酒，哦，还喝酒？雄黄酒啊，对，过去讲的喝热，现在不喝了。嗯，一到喝雄黄酒，他爸爸眼泪就下来了，怎么坐那哭。他小啊，怎么了？来过来。
你也不小了，有事得告诉你了啊。我讨个大说呀，我是你父亲啊。您甭讨大了啊，他就是我父亲。我记得人说话都我讨大说，你们大哥是吗？这不用讨大，爷儿俩讨什么大呀？哎，好，我跟你说啊，咱家的事儿你也得知道知道啊。这个，你这母亲啊，不是你亲妈。哦，后娘。你亲妈也不是咱撇县人，啊，四川峨眉山的。南方人。跟你那姨呀、啊，有个姨呀、啊，青姨呀、啊，他们俩一块儿。我那天出差，我上杭州碰他了。哦。我扛个雨伞。我碰见他了，是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一边走一边还唱，还得唱两句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太平歌词啊，挺长这段。什么事就别全唱了呢？就后来咱们街坊有一海带，他们管叫发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给搅和了啊，搅和了。这甭提这事了，还搅和了。给你解释这事儿，这都有出处，知道吗？那就甭想甭花钱如流水一般。哦，8月15，这节翻着番的花钱，怎么吃啊？想方设法的花钱。哦，对别人家来说就是一个中秋节，对，对你们家来说是俩节日，怎么呢？一个是中秋节，一个是你姥爷生日。您听吧，我姥爷跟兔爷一个生日，姥爷那生日啊，大伙都拜寿，花钱请客，姥爷高兴啊。是啊，啊，瞧着大伙孙男弟女痛快。嗯，你们这耳朵啊，有这么绿耳朵的吗？这是啊，坐那儿的高兴啊，看着大伙啊。嗯，哎，连姿势都一样啊。老爷是吧？不是捣蒜的，是怎么着？就是说这意思，说这意思。说什么意思呢？花钱啊！这前半年这花钱都差着。哦，好看后半年，一打进腊八哦，了不得了，腊八全家高兴，是吗？花钱的日子来了，吃什么呀？腊八蒜，包蒜，包蒜泡，咱们家弄两罐子得了。就是老于家好，全家出动一块包，装瓶子，院里都满了好几千瓶。哎呦，弄得了。调料厂来车拉走了。哎，啊，我们家给人加工腊八醋呢。啊，有钱呗，年三十了不得了。怎么了？了不得了，就为花钱，年三十就为花钱。怎么花钱呢？啊，家里边都过年三十。对呀，啊，谁家也比不了他们家。我们家怎么过？哎，天一黑开始踩碎。哎哎哎，这有这讲究啊，外行吧？踩碎吗？老年间的老粒儿，对，芝麻筋儿。扔到院子里边，哎，孩子大人踩，嘎吱吱嘎吱吱。对，为了什么呀？您说说。妖魔邪祟踩走了，图个吉利，高兴，吉祥。对，你们家踩这个已经不过瘾了。是，那踩什么呀？踩碎玻璃。碎玻璃，也不知哪儿收了个碎玻璃，都到院子里边。哦，啊，把街坊邻居都请来啊。啊，大伙围个圈。嗯，你爸爸被鞋脱了，袜子扒了。嚯，啊！大伙鼓掌，哼，好，都给三毛的，给两毛的。我爸这练硬气功呢，是怎么着？好啊，好什么呀？这个一瞧到12点了啊，煮吧，饺子锅也开，煮吧，下吧，嗯，还等什么呀？哦，蒜也包得了，来吧，大锅大煮，啊啊，炸豆腐，这火烧，废宝盖啊，煮吧，捞成，大伙吃，年三十吃这个，你怎么着？不要饼啊，不要火烧，光来菜饼是吗？行了，来，卖卤煮火烧的呀，老北京人嘛。老北京年过年吃卤煮火烧，这吃完饺子吃卤煮，没听说这味儿呀，骚气轰轰的好，你知道吗？这家里什么味儿啊？这哎，衣食住行嘛，啊，这一说行了不得了，出门谁也干不过你。哦，我们大伙儿有张月票，嗯，是吧？买一下历，像后台李京那个，嗯，买四手下历啊，四手下历就不错了。哦，老于家原装德国进口的汽车，哦，自己出样子。那个方向盘是纯银的镶钻石，哎呦，大伙儿你们有开车来的，谁那车上那方向盘是银子做的？就是，人家那是纯银的，你瞧瞧，而且跟咱不一样，啊，咱们都圆的，人是长的，长的，纯银的，嗯，两头啊弯起来，啊，有俩胶皮套，一开起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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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电驴子呀。一股子黑烟，呵，有身份，你看着，哎，有什么身份呢？这个车帮上俩德国字儿，什么字儿啊？巨力，是德国字儿吗？这个字，您认得德国字儿啊？是吧？我一直拿当德国字来着。啊，家有钱，尤其老于家住这房子，没见过这么好的，讲究吗？全世界第二大建筑，第一大建筑，第一是故宫。
第二就是我们家房子。对，第三秦始皇陵，知道吗？呵，排第二啊，了不得。嗯，远瞧雾气昭昭，近瞧瓦窑四少，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。我们家都住蛐蛐过笼里是吗？一块整砖壳的似的。哎，这么说对。门口有四颗门槐，上马石、下马石、拴马的桩子。嗯，路北了广亮大门，上有电灯，下有懒凳，内有回事房、管事处。嗯，二门四扇绿屏风，撒金星，四个斗方写的是嗯，足疗保健。好嘛，开买卖的是。没有这四个字，这就为锻炼身体吗？这不就锻什么炼呢？做保健吗？是吧？出去练去好不好？不有字儿，四个大字儿，有字儿，这四个字不能搁前面啊。斋庄中正，哦，这四个字不能搁这儿是吧？啊，斋庄中正，这是四字。哎，背面是保健足疗，啊，好嘛，打后门进是吗？你不让搁前面吗？哪儿都不让搁。背面是严肃整齐。哎，对了，金二门方砖漫地，海漫的院子，嗯，夏景天高搭天棚三丈六，哦，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。哎，院里有对对花盆十六树，茶叶墨色养鱼缸，哦，九尺多高架竹桃，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，各样鲜花各样洋花，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您瞧瞧，正房五间为上，嗯，前出廊后出厦，嗯，东西厢房，东西配房，东西耳房，嗯，东快院茅房带茅房，西快院茅房带茅房。好嘛，四个厕所呀，这多有食欲这个，啊，有什么食欲这个，应该这吃得下饭去吗？东快院厨房，西快院是茅房，离远着点。倒座书房五间，那为待客厅。哎，满都是明宅夜合的窗子，嗯，往屋里一瞧，画了天机，别有洞天。都有什么呀？迎面摆丈八条案，上有尊妖瓶、狼妖罐、宣妖盖碗、古月轩的果盘，嘿，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，这儿摆着文房四宝、纸笔墨砚，嗯，听见天文地理、欧柳颜照、名人字帖，哦，墙上挂着很多闪断的被子、闪断的褥子。好嘛，尿炕了是怎么着？挂什么来着？名人字画啊，唐伯虎的美人、米元璋的山水、刘诗安的扇面、铁宝的对子、板桥的竹子、僧中堂一笔虎字，对了，闹龙金匾旁边还有一把镇宅宝剑，嗯，绿鲨鱼皮鞘、金吞口、金石卷、杏黄的丝绦、大红的挽手，嗯，屋里有子表、字表、待客钟。要说代表，谁也带不过你爸爸。他怎么带？咱们带一块就得了。他爸爸代表之前可麻烦。怎么？弄个渔网先配上，干嘛呀？每个眼上都挂一块表。哎呦，呵，五彩斑斓呐！啊，狼琴、欧米伽、埃尔金、麦克。那金克道、银克道、铜克道、铁克道、金三针、银三针、五里文、何子里、人头狗、半弦、双卡子、单卡子、九尾、里尾、灯尾、波地，左手拿着天梁，右手拿半分盖，头顶大座钟，怀揣小挂表，未曾走道是叮当乱响。我爸爸代表给钟表铺搬家，搬家呀。